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哦，我很想闯红灯呢。有没有警察？没有。队长，你的声音很小。没有警察闯。学长说的算啊，学长我在录影哦。有警察吗？应该是没有。啊、过了。哎，救护车在旁边哎，好像有人在上面啊，他是待机的。我们的右边有几车？我知道啊，我看到他啦。比中指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。哈哈哈哈他好像不在了，他不在了，不在，赶快走。第一天上班啊，要去要去打卡一下，所以我是可以上台表演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不会吧？他可以上台表演的。我可以换这个民用服装，等一下，调酒师可以换调酒师哎，舞蹈服装，啊，母汤啊，这是 gay 吧？好、哦。我要准备跳舞伸展台啦。那、哦、我的观众呢？哦，你要来当我的观众吗？给你看呢，是怎样？男生这个动作好丑、哦。加上这个跳舞的是你啊？对啊。我觉得我晚上有点想要吐出来。哎、欸，换别的职业啦，不要玩这个啦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我职业那就搞这个，但你不要玩这个职业啦，走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要是这个服装，你直接穿出去外面了，可不可以？好像可以哦。哎、欸，我有个提议，你穿出去外面，然后走给警察看看，警察会对你说什么？要不要快点？我们来实验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哦、N 是这个讲话内麦。可以，我们走。为什么你名字有星星啊？因为我身上有黑钱。哦。还是我开哦，对你开，好，还是我开，看你，让我我怕等一下被临检哦，就直接给他闯红灯去了。这里看 NPC， 哎、欸，那个 NPC 居然会 call in 哎，他居然会处理事情哎，这 AI 做得还不错啊。进去闹一下好了。哪里闹？来，现场表演！要看的赶快给他些钱啊！这是现场表演啊！我应该站上面才对啊，站在上面。哎呀，站啊！
剩谁的车子？你的车子？车子。太招摇一点。好丑、哦。那个是谁啊，翔哥哦？哎、欸，你前面那个在磨叽叽啊？好丑，搞什么？来了吼！掉下去了！啊，你刚好不上第四课。我不想上第四课。谁在刚刚谁在讲话？我。哎，觉得好看，给他一些表演的钱呐、啊。哎，帅哥，求抖呢。有人在对着你打手枪哦！有人抖内我十万块，感谢干爹抖内，他居然抓鸡鸡啦！学弟啊，我跟人间，你最好上车，警车来了。哦，你没开直播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怎么抖内给他？我在照啊，警察来了。来了。哈哈哈哈。汤啊。来干嘛来干嘛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啊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警官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刚从医院出来，他精神状况有点不太正常。那是如果你再做多一次，你会被举报哦。哎、欸，会被举报，要去跟我们走，我们走。我好爱哦。我很爱，我超爱的，我超爱的。肢体在哪里？啊？他复活了，笑死我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有飞甲欧了！啊，骑这个去上班。学长，你不是要买摩托车吗？不是，我们去领车吗？那我跟你去啊。他的节奏很差哎、欸。他的节奏都很差。啊！这吃土了我。我被撞了。有啊，这个节奏感还 OK。走吧，我们去哪里？兜风啊！你带路啊，我跟你后面。
他这里可以飞车吗？可以飞，他们并没有所谓的飞车其实。然后有警车的声音哦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我们这边开始没有警车，我们可以走。翘孤轮，哦，这台车不能翘孤轮。它、啊、可以蛇行吗？这边？可以啊。这边这么自由？这边真的很自由。啊，至于你蛇行，看要不要警察要不要抓你？没关系，你有散弹枪。你知道他之后不能离开游戏吗？他还要被还要通缉你一个小时。可是他要看到你是谁才可以通缉啊。是啊。好像算是彩蛋之一了。哇，到了，我们来这边野餐。哎，学弟啊，你这个可以做你最后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片尾啊。对啊，片尾叫片尾。学长，那个球好像可以推下来，但是要好像要火箭炮。我散弹枪试试看，散弹枪不行，你看，哎，为什么他两颗球？他可以推，掉下去了，那颗球还是多的哎，哎，学长，哎，学长，餐车厨师。1500块，那哪假的？真的。那你先睡。你要换吗？晚一点，过几天。我觉得我们该下山了。好啊，车子一定要放回去吗？会不会不见啊？车子一定要放回去，不然的话，你隔天只能再花钱去扣一辆车回来。好像还不错啊，直接送到家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灰鸦厂，灰鸦厂是你要去那边花钱，那边留下来之后再自己开回车库。哦，来，来跟我做 ending 吗？哎、欸，什么样的 ending 啊？我在想要直接站在球上面拍个封面，还是要在夜店里面跳艳舞？今天难得跟学长来这边看一下夜景，后面有个超大的球啊！打个招呼啊，学长！哎，各位啊，大家好啊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腼腆呢、啊？哎呀，不是啊，在这里面要乖一点啊，不然的话警察确实会找上门来的、啊。而且在这里我也不是警察的啊，不是警察的啦。好啦，我们做个 ending 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啦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啦。突然间冷，突然间冷场，那我就有点冷场。赶快走吧，感谢各位收看喽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